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棋局呢是2015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一盘主将战，是由苏泊尔杭州队的主将连笑七段对阵浙江飞二队的主将金志熙九段。好，刘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这盘棋。其实这盘棋呢，对双方来说都挺重要的，因为是浙江队的主场，所以金志熙呢作为外援的主将上场了。那么杭州队的这个主将啊，也就是他的非常有用的一员大将朴廷桓呢，本轮由于是客队，所以没有办法作为主将上场。朴廷桓这盘下的是快棋啊，那么连笑呢肩负重任啊，所以说这盘棋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对，刚才是一个赛制的问题啊。是那的。么我们现在来看这盘棋盘，好，棋啊，来，这盘棋是由连笑执黑先行的。金志熙白棋，对，二连星，是吧？哎，我记得他黑棋下另外一种那种一个特别的一个布局啊。哎，我这个现在他是拿白棋就没办法下那个布局，但是这个布局。是非常常见的，是对，吧？是的。二连星这样挂这个，拖一个，先拖。这是一个布局的定式，是应手，是应手。黑棋就单长单在长，这儿，对，现如在。果你搬，它会断，走一个大型的一个定式，那拖一个走这个，这个势必啊，这个就很难说，但是这个是一个通常的一个走法，这个然后黑棋挂挂角，角在对，这儿啊。然后这普普通通。挂角小飞，这是一个模范布局。这个白棋下的好稳健啊，他就小飞，然后尖了个三三，对，也没有夹击，也没有夹干什击，么它的。有可能反夹，这种也是一种下法。哦。那个这样的白棋，你要说你贴七目半，对白棋来说也还可以，也能下。但是可能对黑棋来说，对二连星它的腹地来一个这么挂了拆二，有的是不愿意让黑棋下成这样。对，这不是觉得黑棋下得很舒服吗？然后啊，拆出来了，就这样。对，但是白棋呢，也不见得就，对，说这个棋就不好了，没有，没有这个没有不好，还这个早都得是这个是一种爱好问题，这个都没关系。很。走这个布局呢，特别跟每个人的喜好和研究有关系。对，现在他走的这个白棋靠压，靠压一个。那刘老师他不肯这个直接就打在这儿是吗？哦，这这样，个一般不肯，这两个太听看话作被便宜了，了，是的，一般便宜了。如果是别人，也许啊，也许走这个也有可能。那么黑棋是不是就要爬进去哎，那我再说，再或者走这个也没关呢？系，这个也没关系。这个都是有可能，或者说还有可能更加的凶一点走这个，点在这我儿，点了靠了过来，你要走我就靠压。这个布局也如果是我强一点，也有可能走这个，但是这个呢也是脱先一种了下是吧？法，就他在这儿靠，对，然后贴起来，贴一个这个棋呢，然后它是他先虎虎的，一个，挡住。然后搬一个，对。通常有这样的，是吧？有这对样对的，对，但是呢，他可能会担心你走在这里，没错，走这个，是吧？对，走这个呢，是因为你连扳不成立，为什么呢？他这个会走在这儿，打吃，打吃会藏在这里，你这里的争子不利，正好打不死，对，这是打黑了棋，粘上，你这个争不掉，那个没黑棋错，有子，所以呢，这个连扳不成立，黑棋能够有这样的反击。所以他可以搬，搬呢这个白棋不能连搬，他长了一个，走是这这样，样，对。然后黑棋赶紧把这个拆回对，来，这个是然后好点，对，要不被白棋走那是很大的，没错，他刚才之所以在这里，这个形状啊，其实搬这个不太好，因为这里欠个断，之所以这么硬抢一个，就是为了抢到这一步对，棋，为了抢这个抢大场，大场先是行，的，白棋拐一个，对。黑棋长。好，那么白棋就连着压，闭着眼睛连续压。这个看起来白棋好像是在压六路，但是呢，由于这底下呢，黑棋这个子比较近，对。然后它压完了之后呢，对于这边的辐射，白棋其实也还可以，我觉得。这个
有利有弊，有利有弊。您觉得呢？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差不多。你说，通常也许觉得这最先开始子力比较少的时候，后世啊，比较发挥。也许喜欢白的会多吗？会多一些。倒也不是说白棋就一定好了，但我觉得他这样选择的话，起码也不会很落后。不会很落后。对，一般来说就觉得压六路好像太高了。对。下面就是那面象是很大的，他大飞，要不然被人家挂过来这底下穿。他是觉得这一招棋太大。是的。也有会想走这个搬起来这样，但是被挂起来可能不舒服。对，是的，白棋搬这个，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呢，他担心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选择可以考虑煎一个。煎一个，那比较稳健。如果你拆一个，他再走这边也是可以考虑的。等黑棋走这个的时候，白棋再爬。对，如果这样的话，我倒愿意下白棋这样。那么黑棋如果说他不应这个呢？他可能比如说在这边先动手，那以后我下一步拆二是很大，这个形状呢会比这样的下一步，因为走两步，你下一步再走这里就不如这个舒展。对。这是一种，也是一种选择。就感觉这个棋形星位小飞完了之后。好像飞在这儿，感觉脚里面反正是不安全。对，本形是一步到这个地方。对，本形，这个地方呢，他为了不愿意让你有这个好点，连这个点不给你，所以我先占了。那么现在那就是这个地方是个焦点，这面呢你不可能黑棋再去走这个了，是吧？要这面是，焦点必须要走的。对，普通一点的话，想着比如说像这一带，但这个呢脚也是没补好。是，但如果走这儿的话，白棋是不是会贴起来的？会贴起来。对，那个并不好，黑棋。觉得好像不是很满意。拆一也是不可能，对吧？拆一人家跳起来了。对，这是要主考虑这一代。但是呢，他这个棋实战走的这个，我认为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你如果反击，第一杆是反击，他搬下来啊是可以的。他搬完了之后，白棋打打完了不知道该走哪儿。对，打完你如果粘上，他这个争子啊是黑棋有利。现在正好争掉了。争掉了，一直能够拐到这儿，把这个子没有这一直拐到这儿，他能下去把这个吃掉。对，这样所以黑棋能成立，所以在这一步啊是可以的。你不能反击，反击我搬下来是很有利的。对。那么这个棋白棋走什么呢？这个白棋比较为难，好像看起来。他这个棋呢，最后的结果是退一个。忍了。那么，如果走成这样，这是实战，就是黑棋这个还是成立。这个呢，就是说把你这个后势啊，给你的抵消。对。作用抵消。没错。我觉得今天白棋这个金志熙啊，他看起来脾气挺好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发力的地方，就这儿压，然后人家靠一个他就退一个算了。以前就看他的棋经常是很暴力的，但是他还没到时候还没到发力的时候。是，如果这么早他觉得他还不够稳，这个还需要再继续一下力量，继续力量，然后再有可能爆发。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普通的下法，挺好。对。其实连笑下的不错，这步棋。这个对对对，连笑这个下挺好。现在白棋搬一个，正常。然后这个是要顶的啊，他爬一个，这个时候不能活脚，活脚是黑棋希望的，是吧？然后这所以后手回小脚太小了，白棋这个黑棋吃掉，跳一个是好的啊，这个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被拐下来了。这个要跳，当然黑棋也不会吃两个。黑棋压住是压一个，然后白棋顶。对对对。这个实地啊是要给白棋，黑棋把这个连为一片是正法。对，没错。而且这样一来的话，白棋这刚才压了一串压六路的，对，这些后势基本上就被抵消了。是。但是黑棋走了之后，这边一撑还是有目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有撑目的潜质，没错，很重要。接下来白棋在这儿拐了一下，对，拐一个也重要。这个棋啊。不拐是有棋的。不拐的话，是不是人家要直接要进来？要冲断先。冲断。断一个接上。这个点一个，白棋无法抵挡。这怎么办呢？我如果走这儿的话，要被爬出来。他有可能爬出来。这样呢，白棋下一步就不好办了。不好办了。对。这个就白棋麻烦了。那现在要出问题了。对，所以这个棋必须要拐。必须得拐。拐一个。在这儿。这要拐，对。
这样拐的这就定型为成为这样差不多。嗯嗯，这都基大家你看出来都没有乏力，都是一个普通的招数。大家一个接应的都比较普普通通，现在属于一个布局都比较温和的状态。是的，哎，但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人碰上了之后，这一战好像是在所难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棋都非常的刚猛。刚猛，那么必然会难免一战。是的，躲不过去的，那还没到时候啊。黑棋现在很顶的一个。这个顶一个呢，我想他的目的啊是想顶一个，如果长一个，他走这个，这是黑棋比较理想的。对，是的。黑棋就想走成这样。那这一带的打入现在也打不进来了。对，如果不顶，你单走，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嗯。他害怕。哎，这点进来好像已经吃不掉人了。对，如果你只顶一个呢，这样的话压过来白棋很难活。嗯。如果没有这一下，你压过来他顶一个，不知黑棋怎么办。对，这已经挡不住人了。你走这个也被他拖，这个棋很有可能有棋。对，这个就黑棋很麻烦，所以这个顶呢，期望这个。嗯。但是呢，这个呢，有可能是达不到，他们实战也是这样。啊，这白棋应该不会赢。对，不会赢，因为这个棋是黑棋的形状很漂亮。对。啊，那么黑棋这个时候白棋呢就妥协。嗯，白棋下了这儿。对，这个是掉了一下。是是是，这个挺好。对。这个特别关键。嗯，不能被他补这个。嗯，那相比来说，如果黑棋啊，如果妥协一下，这个是走不到的。对，也可以考虑直接补在这里，打入呢再坚持，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嗯，但是总是想追求一下效率。下的最狠是吧？是，嗯，想要下成那个理想型，但理想型总是下不成。对，对，嗯。现在呢，这个棋搬在下面。对，搬在下面。嗯。这个连续这两招，嗯，没错，这价值还是挺大的。但是这面大局是这面，因为它这面厚了。现在目前白棋不怕，因为你断了它就长一个，这面有搬，这面有吃，这个都没关系。这一个子它还可以放心不走。对，现在白棋就靠的靠下来。嗯，对。啊，黑棋挖了一个，挖一个是在这儿。然后这个棋当然是要这么打。嗯嗯，黑棋接对。这个棋呢，产生这个断打也不得了。他只能在这儿补棋，补一个，不然的话被断打出来，这四个子就掉在外面了。是，所以说这个，嗯、所以说这个特别大。嗯嗯，他提掉了，提掉在这儿。那么这样呢，白棋把你这个空啊，嗯，也破了，哎、而且他粘上你，你还得去花一手在这儿提一个。嗯，应该说白棋，这个效率还挺高，还挺满意的，在这儿。嗯，对，嗯。然后接下来他压住了。对，这个压呢，我是觉得可以探讨。嗯，这个压我有疑，因为现在这个棋呢，从实惠的来说啊，嗯，这个地方已经走成这样了，这个后也在这儿，嗯，这个还不至于死，这三个啊，那肯定，死不掉。你压这个围这个空，现在暂时比较虚，我觉得这个棋应该碰，碰一个，碰一个，这个时候考验对方应手。这个地方应该先行，先动手。那黑棋得硬一个吧？对，这不硬看着是太危险了。硬一个呢，就稍微你这个长一个，如果正常，那么我搬一个先手是吧？是的，这好像被便宜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再考虑是补一个呢，还是补这个？嗯，而且你这个本身呢，就算补在这儿呢。你就算再走这个，就完全都不一样。嗯嗯。哎，补这个，这个平常暂时我就跳，也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也没关系。对。所以说这个棋压了一个呢，除非对这三个子有作用。嗯。我对这个呢就表示疑虑啊，可以至少在这儿先碰一个看一看。嗯，这个压一个好像下的比较厚实。厚实啊，因为这边还是现实的目数。对。啊，现实的目数如果能走到的话，这一个大角，这是连边带角的二十多目。对，那面那个实地很重要，那面是一个很关键，中间围控啊是比较难的。对。哎，不要祈求围控，你只要不死棋，我认为就可以。这个后势呢，正好可以关照这三个子，哎，没有关系，只他吃你还早着呢，是吧？现在呢，就因为这个压呢比较厚重，这金之息，连笑呢，下一步我认为是比较好。
下一步，因为他白棋既然选择了后士，那么黑棋肯定要在这一带动手。刚才我们就说这个白棋这个大飞的形状啊，里面肯定是有棋的，毫无疑问。有缺陷。只是你应该从哪里动手的问题在在这底下。对。连笑下的是这个二五。对，好棋，好棋。现在这个是时机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的。这个棋呢，如果你走这个。对，走这个哈，黑棋会走这个，小尖，小尖扳住，扳，那就很轻松就逃回去了，而且这里面的木还能跳，爬过来之后，而且这以后一跳没什么木，是的，这个就特别大，那么假如刚才如果我们做一个这个交换之后，这个、走道如果走到你再这么长，长就有可能是黑棋就不成，你就算爬到，爬一个，你如果断我。假如说你总不能这样饿死我，对，那个太不有趣了。是的，如果这样，对，如果这样，那么现在黑棋四棋，这样是有可能就白棋快一棋。对，是的，又多扳到一手，长一棋。没错。这个地方你就不好收白棋。如果先交换，那就他这个手段有可能是失败的，不成立的。对，现在走到一下还是差很多，差很多。所以说，我说那个时机是比较好的，先靠，先观黑棋怎么应。好，是一个好时机。那么现在都当他走上这一手呢，一切都来不及了。你再靠已经都看不见了。那肯定是后手。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如果下成这样的时候靠，都毫不犹豫脱险了，赶紧先把你断开。下法都不会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刚才说这个不行啊，被过来。那么怎么办？这个棋对于这个来说，那么最强的也就是这个小尖，小尖这个是的。那么黑棋下一步这个三三，黑棋飞一个，这个是让白棋很头疼。以后对付这个形状，我看了这盘棋之后，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出棋了。不，邱老师应该都知道的，以前这种形状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比较基本的，应该是你这个都很清楚，因为这个形状就走完这个点三三是一个常规手段。是常规手段，白棋很难应，因为你看你挡这个，它长在这里。是的，你这个棋就不知道怎么办，你如果扳被它这一冲，你怎么办？对，是吧？你只有粘上。你看这个大角被它一下子就给掏没了。这个木数太幸运。本来你三颗子被它掏的木数简直比你白棋都快多了，所以这个棋效率黑棋很好。是的，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走对。对。你要是防它这手，必须要先动手。防他，他你能够砸钉是最强的防守。钉在这儿，就让他往那边走。他这个好手段他就不成立了。那么现在你这一压被黑棋走一个好手段，白棋真的不好应。难办了，现在。不好应。很痛苦。对。实战金志熙下的是这个，活下来。因为两边不好办。这个棋呢，被黑棋飞啊，这个如果你这样走，是吧？挡住他一退啊，脚上是活棋。那白棋太没劲了，在外面还有个断点。这个是一个定式。是的。这是一个活形，这个角上是白棋杀不死黑棋，活棋。那么你要还有断，你看这个棋就把你大角给掏了。对。这是不能忍受的。是的。实力很大，实力很大。所以白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家活成这样。对。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反击的问题。对。在这一带。对，这一飞怎么办？他实战是冲了一个，黑棋挡住，然后加一个，在这儿，这个加一个呢是最强的啊，他期望是什么呢？期望你虎，他走这个，然后呢，然后怎么办？爬吗？爬一个，我总觉得看是不太像能活的样子。爬一个，他首先他搬一个都有这种，是啊，都有可能性啊。这个棋就算这么长了，爬一个就。都不舒服，爬得很难过。对，还不知道白棋搬下去他该怎么办。对，这是他期望的。走成这样。对。然后接下来考验一下黑棋啊，这黑棋接下来得下个好手才行。对。他是怎么下？他先冲一个。冲一个好棋，冲一个好棋。没错。冲一个，这个时候冲呢，你如果挡在这里，他会搬一个。那就不一样了。对，如果白棋再退，再加这个他就加出来了。对，
这样的话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的，是能接上度过，是吧？这是黑棋要达到的，这样呢他就扬长而去。记得，如果你走完再冲的话，这个时候他是会走这个的。对，他退了，然后你再爬的话，他恨不得有可能会搬住。再爬，哪怕走在这里，你拖他就搬。你粘上，他也粘上，这个棋还得走一个，不走这一般是死棋，对吧？你想这一路爬多忙活，所以这个白棋希望走成这样。没错，这个你的二路太多了，太多了，是这是白棋还可以，啊，那么所以这个冲是现在冲是时机，对，哎，这个是，这冲的白棋有点难受，他挡也不是，不挡也不是，对，这是好棋，那么所以接下来这白棋到底是挡还是不挡，还是硬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留给大家思考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联赛主将战，由连翘对金志熙的对局。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黑棋一冲，这白棋就很难办。刚才刘老师说，如果说挡住的话呢，这就不一样，这可以压出来，对，是吧？但是白棋现在能退吗？也不行。如果一退，不这一冲是吧？是，这冲花了现在。那么现在白棋这个这边走两步士不知道走哪里，对，所以干脆就吃下，他就不走了，吃下，断吃在这儿。对，这个先打吃一个也，现在黑棋走的先打吃，先考验他一下，也考验一下。如果你粘上，假如说粘上，他再走这个呢，这招打呢，就是我这多便宜一下，对，这以后这个打舒服，对，是吧？如果说你直接走这儿呢，虽然说这儿有个打，但是你再打这儿，人家不可能接上，肯定是提掉了。对，这又是考验了一下，对，是的，白棋，所以白棋呢就直接提掉了，提掉了，他让你不能再贴出来。对，这也是一种心情，觉得你两边都要便宜我，不舒服。黑棋搬了，搬一个挺好。你既然提在这儿，那我就不走这个了，我就搬了。这就是一个之前一个适应手的效果。下在这儿，对，那白棋呢他觉得你这块棋啊是从我这儿打出来了，对，我还要追究你这块棋没有活的这个责任。对，这跳一个，如果你长这个被他压一个走一个粘上，觉得太重，这个太重了，这样不太好，这个白棋不好，觉得所以单跳一个，在这儿黑棋挖打吃一个，对，打底下，这个有点强，普通是长一个，他这个就直接就打上来了。然后黑棋打吃，对，这是打劫，还提掉，对，这个黑棋找的是这个劫，那个劫啊也不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劫啊，对，他粘上他还没死呢，对对对，他得连走两个才行，这个不是说以后下一步我吃一个子儿，主要是下一步我有这个断，这断了吃的有点狠，对，太大了，直接他怕这个直接断，所以呢这个棋白棋要长打一个要硬，这样呢连翘再提一个，然后白棋接上，对，这个打成这样，对，这个棋呢白棋希望是走成什么样，你大概粘，对，他正好再提一下，再粘，你走成这样再来拆三，这是白棋期望走成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走出一个可能别人不太注意的招数，有点出乎意料，对，他打这个，打这个，本以为他是要开劫的这棋，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是，他从一路这样度过了，非常实战，对，是的，对，这个把白棋打一个饼，但是呢我只是一二路混合爬一下，对，看着一般是不黑棋不这么走的啊，但是这个棋主要白棋紧着气，你现在动不得，你走这个被他冲断是吧，这个受不了，是的，你这个紧着气，所以你的要断打，对，断打这个，然后黑棋再拐这个贴住他的气，贴气，对，这接下来可以打，可以打也可以加，对，这招法很多，他是希望你走这个他就扳住，对，这样你上面都给你了，这儿挺着头你在这提一个效果不大，对，这个比较实战，而且这边呢是两个人都想走的地方，现在是全盘剩下的唯一比较宽敞的地方，所以这也是目比较大的地方，所以两个人都想争到这边来，刚才白棋就想走到这边，但是黑棋呢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黑棋走的方向比较正一点，可能这个选择呢应该说看似黑棋有点非正常，但是呢应该说不错，对，我也觉得黑棋挺好，黑棋比较实惠，是你这个
厚啊，厚到一起了，厚上加厚，我们叫做房加楼，没有意义。这就没有意义，厚在一起并不好，效率不高。是的，然后白棋挡了这儿，挡住，对，他这个连班，他有连班，还揪住他，借力，借力，揪住。白棋提掉，黑棋搬一个，挺有意思啊。这个这提他就粘住，粘住。这个他你提几个啊？他觉得这个后在这面没关系，他就要这个。其实这个幅度当然是不错。你看这个如果围的话，这个很大，那面成空的，这面呢提了半天也只是目数有限。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白棋得抢个先手，赶紧把这个扑了打掉，要不然人家打上来了。对，那个是官子，差挺多的。把黑棋打上官子，这个棋呢，白棋目数还是不多。对。那么走黑棋在这个地方走完之后呢，剩下全局的大场啊，就是这面了。你看这个，该白棋下的白棋都很厚，但是呢，它的主要厚到里面了。要冲击黑棋。对，如果你只是这里点了一个是吧？对，这是刺过，对，刺过一个啊。这个棋呢，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是黑棋希望的。啊，太平和了吧？这是黑棋希望的，就是目数啊，那个什么啊，没有什么没有意义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在这儿，点在这里，点在这里的是一个棋筋，比较凶的。点在这儿，如果说黑棋想防守的话，他好像不太好放。如果你走这个，他有可能搬的，搬在这里，这个就这不好搬了。对对对，他有可能这样了。打下来了。对。所以这个棋，这个也是一个进攻的一个好手段。对，他下在这儿，这是一个要点，看起来。那么黑棋反正是连呢，怎么一连也连不好，我就干脆往这边连了。对，让白棋下来。挡就挡吧。是的。下来。然后黑棋虎一个，关键这个呢，应该说黑棋还没问题。对，它是可以做活。这搬了能活，这面也有活哈。现在白棋呢是搬。搬。它粘上虎一个，对。然后黑棋冲了它一下，长，它再跳过。但是这个跳过呢，这个我认为是不必要。要走也是单走，但是呢，我觉得更凶的是应该棋筋在这里。哦。这个棋筋在这里。顶在这儿。顶在这里，因为你走别的，被我这一冲你受不了。对啊，他要粘上吗？要粘，只能粘上。啊，对，这粘上好像也不太对啊。对。粘完了怎么办？这个棋呢，这里有断。这里有这可以拐了跳出来，这个有跳，这样比较有利。这我觉得怎么白棋这块后势看着有点要受攻的意思。那么，如果这样杀气，是有值得杀。哦。这个棋就比较复杂，杀气需要算一下啊。对。即使不能杀的话，它拐了跳出来，这个就说应该走，哪怕单跳以后再走也是应该保留，没必要把这个走掉。这个也可能他觉得形势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是这两招先不要走，先不要冲这一下，不要冲，对，至少是有一个这个，对，这个冲完之后差距挺大的，确实走这个跳这个，这个有优势一时，他觉得不错是吧？这棋形势，这个呢可能有点随手，那么这个棋局呢进行到现在其实还是挺焦灼的。在这一带呢，其实我觉得黑棋长了那么多个，总觉得好像这空都是黑棋的了。是啊，但是白棋呢很凶狠，他掉到这儿了。这招好棋，好棋。如果不走，被黑棋这个也是相当大的一招棋。在这个地方成空很舒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先再走，因为这个后啊在里面呢，只要能割断，你这个就有可能被攻。对。他希望你走成这样呢，那白棋这个刺一个，顺手刺一个，这比较舒服。这是黑棋有点难受。对，黑棋难过，所以他让你比较难过的一种选择。有点为难。黑棋呢，他小尖，想要反击。他希望你长，我能搬过这个形状是，黑棋不错。对，这个搬不下去，搬了就断了。是的。那现在白棋如果拐这个呢，他就从这边出头。对，那或者从这边走都没兴，这个围不了多少空。对，这是这个黑棋期望了。这招棋呢是比较凶一点。但是没想到白棋来了一个实战手。终于
暴露他们的这个是要暴露他们的本质。我先把你隔断为是的，先分段，分段是唯一第一目的。对，要给你分段之后呢，然后主要是能够攻你这个棋。对，这个是现在这个情况下白棋唯一能够把黑棋这块左右两边分断的招法，你走别的都不行，走这个人家搬搬进去了，白走这个他会连搬也可以，对，怎么都不行。这个棋是白棋不可以。是的。所以他并一个是实战，很并。看着不舒服，不是多漂亮，但是那个就是实战，很凶。对，中盘战的时候，其实形状这种都可以搁一边了。这让至少让连笑啊很头疼，要为难一些。是的，白棋靠下来，然后再飞上面。飞这个，这个棋飞这个呢，是一个看似平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凶的招。嗯，如果正常你靠出来，假如说靠这个，假如靠出来，这个时候黑棋有狠招，他挖。哦，他挖这个。他其实就在这个预伏着这个。这个杀机走这个接住，他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狠招是这样，哦还能这样，这是一个狠招，哦天，这是连笑的给你暗藏的一个杀机，他希望让他直接就跟他杀了是吗？中套，打吃，打吃，贴一个，尝一个，这个时候你看你有什么办法？挣子挣不掉，对，现在正好挣不掉。哎，他等跑，那我只能贴这个。贴这个，他就把这个挣还是挣不掉。你居然挣不掉，怎么挣都挣不掉，很郁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看，对，是的，都没有办法，这都是竖着都是差一点，这个都管事儿。嗯，这是连笑给他设的一个局。哦，哎，如果金日熙如果轻易的这么靠一个，嗯，这后面的一连串的杀棋啊。就奏效，白棋就崩了，直接就把它全直接就拿下。对，哎，这挺意外的，因为总觉得这样的棋形好像外面两个断点是不太容易把人家闷。在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怎么下都不行。你走这个他就顶着，也是差一棋不行。你如果走这个他拐这个了，是吧？是，这边就长一路长棋，这个棋跟这个又杀不过。对，所以这是很凶的一个暗藏的杀手。这很厉害，确实是吧？所以他不能靠是吗？这棋根本就靠了直接被挖死了。对对对对对，嗯，你这个时候是不能轻易的这个走这种常规的靠。那么不能走这个呢，你怎么办？靠不成立，他只能弯出来，好难受，委曲求这个棋没有办法。嗯，这个棋他也算到了，他能走这个棋也算到了，你这个不行，嗯，只能是这个来求这个别的方式，这个是不舒服。但他先跑出来再说。哎，对，先跑出来，只要分段，对，只要分段，然后再战呗。对对对对，这个看一般是猴一个比较那个委屈的，这个形状当然好，下不能虎是吧？哎，那么走成这样呢？黑棋长。哎，对，你要硬杀也杀不住，追不了。对，因为你这个都肯定不行，他就跳一跳或者怎么着，都回能回家，只能如此。好，下半步呢，白棋拐一个，白棋拐回来。哎，对对对，要不然这接下来一飞他又难受了。是的，哎，只能是这样。黑棋这个时候呢，我老觉得他是不是要补回去，还是这是白棋期望的，补回去。比如说补回去。对对对，如果你补一个，就补这儿。那么他这个后啊还发挥了，你至少呢，你看到我后啊，你还往回家连，我的效率出来了。哎，我这面也破了空了，这个时候我扳住，这个棋呢是一盘棋可以争胜负。对，哎，是一个白棋棋王，他预计可能觉得也这是一个正常棋。而且这个白棋等于说这一圈已经先手把这里这块十多目棋已经破掉了，对，也不小呢。对，将来是不是这脚上还有收刮的意味？对，但是下一步呢，这个连笑据置之不理呢，这说明他很强。他走的什么啊？他是猴一个，这个的确很大。因为你这个地方有毛病，你下步这一拐，这个就要加，对，这里面就强去而入，你这个都被分割有可能，所以呢，这招棋特别大，所以必须要抢这个，非常大，而且、要抢。这白棋不好硬啊，他走完了他走哪儿？哎，他所以说他是价值非常大的一个棋，是的，很难硬这棋。那么怎么办？
白棋靠了一个，靠一个，靠一个呢？这个从哪儿入手呢？这个靠是从这儿开始。嗯，如果单冲断还不行。他直接冲哪儿呢？冲这个吗？冲这个不行。啊。跳一个，这个好像黑棋看起来活得很舒服。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靠一个。单靠，他要把他的掩位啊，这个地方他期望你走这个，他藏在这儿，这是白棋希望的，所以黑棋不可能冲。他要搬外面，要搬在外面。白棋藏。好，这就是实战。他粘上，然后再刺一个，关键是他觉得这个刺比较舒服，下得很舒服。对，然后飞一个，再飞。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他希望你走成这样，然后我再收官。不管怎么讲，这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呢，连笑还不拉倒，他要继续。下得够强的，我觉得特别强。对对对对，下黑棋下得比较强，五在这儿。然后白棋赶紧把这个打了。如果你长一个，它可能是搬在这儿。黑棋虎一个，让你不舒服。嗯，这个棋呢，你他好像有点不敢的，这个拐明显留个他有可能挖打劫之类的啊，凡是让你不舒服。嗯，所以这个棋白棋是走的这个，打吃接上，然后搬。嗯，虎一个把这个补上，走后。走后，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下法。这中间因为后啊，暂时先可以置之不理。嗯，其实白棋的下法呢，一直都想逼黑棋单关连回去。这个时候，如果你回来呢，他可能心情还算比较平复，所以说不管怎么你回家了，这个比较平复的，他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对，也是常理的。但是即使这样的时候，连笑的力量显示出来了，他置之不理。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里让你再去补回家，非常难过。他下了这个拐之后，白棋金日熙已经被逼上梁山了。哦、他如果再防守，好像已经这怎么办？这接下来马上就要跳了，他无法防守，甚至从这儿能够打穿过来。对，他现在就实在是他觉得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冲断，伤你。其实这个冲断挺不舒服的，这儿被拍一下。对，这是其实你要吃不着是单关，对，没意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黑棋连笑的强的地方，他是来这个时候打一个啊，这难受了。白棋这个打呢，应该说让他难过，对，难过。他如果说想要阻度的话，白棋只有这样。这首先你这两招被他官子便宜，他眼也不损，在这顶完吃完，他眼还仍然不伤。但这一招其实他忍受不了。而且这黑棋不是说这样他就很危险，他打完了虎还是先手，这还是刺断。忍受不了，这不太好吃的。我忍受这个不行，这不行，这得打住。这个棋啊，你要是想破的眼或者这种破呢，还有可能。这还是有可能。但是他忍不了，他干脆的打。两个人都是火爆脾气，而且都是这种忍受，他说生不如死，不能这样。对。这个字典里可能就没有忍受这样的词。我老是警告你，让你回家，你老不回家，这样棋人把我的火给勾起来，你还要便宜我两目，这个实在受不了。是的。那么打劫，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白棋找劫，打吃这个劫，这是劫财。对，就打劫。这个打劫，其实我觉得白棋挺劫财还是很多的。打这个，是不是白棋能够？就是黑棋是不是能成功？真的还是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劫，白棋骑过去，这个脚是要命的。对，黑棋其实这个打是要有气魄的。现在是靠一个，让他其实已经，也是劫财，不得要难受。对。如果你在这儿提，他在这里也是劫财。顶出来。对。当你断是吧？断这个黑棋。然后他单长吗？单长已经死了呀，单长是已经差一期了。这一冲也就冲这个，真的走别的也不行。那只能让你提，我提这个，因为就是这冲还没活。是啊。如果你这样的话，提这个这儿你再补活，我这一冲你这一块还没活。对。所以这个期就是个大劫财，那么黑棋是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硬。对，所以他长了一个。长在这儿，那么白棋提这个。白棋提劫在这儿。这是黑棋打一个，也是劫财。对。对，再提劫，这个时候白棋找劫，这个棋不是现成的劫吗？对，他为什么不走是吧？对呀、我这个不明白。他走这个，他怕人家不硬吗？不会吧？不可能，太大了吧？这不可能不硬，这不可能不硬。啊，这个被先手抓掉受不了，肯定会接上的，毫无悬念，必须要硬。
对，这个再提，然后还有一个顺手劫，嗯，是的，这两个劫为什么不走？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我不明白这个。他干嘛不走下？我有机会的话问他。这个棋我认为必须要先走，必须走，这是常规，这是是的，常规的一个下法，这是也最简单的是吧？对啊，应该这么走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白棋，比较就是黑棋比较困难。他找劫，找劫的话，他不知道下步找什么劫。他是要往这儿贴吗？有可能找这么贴了打穿，有可能。对，因为他反正这儿是个劫，那个就比较复杂。哦。而他走的棋走的什么？他走在这里。他点一个。点一个，他想考验一下这个是不明白。其实我不明白，这个棋在这个时候顺手找完之后再说这个，都不用动脑筋嘛。现在他走在这儿，看着很玄妙，但是呢被。连下这个招棋，这两个交换情况有所不同了。再提劫，黑棋找劫，黑棋贴对这个，他贴的这个，他断打，对，必然断打，再提劫，对，那个很大。现在他再顺再回头找这个，再打这个，他粘上，上他提，然后再提这个。对，但是这两个何必交换呢？不明白啊。这俩交换其实区别很大。黑棋冲。冲他没有办法，他要长过去，这一路冲过去，有了这个子的接应，就是这白棋这块棋要死了。不，他一个是当劫才打之外，是还有他有可能是这个当这个劫、哦、长也有可能。哦，你这个粘上这么也有可能长，这个不一样了。下边这个也是劫了。反正可以一边先打着，一边先打着劫呗。先冲着，你知道他藏在这儿也是个劫，哎，这个就复杂化了。那这两个交换是完全把局面就。变数都给不一样了。他冲的时候呢，白棋现在提了一个，对对对对，然后黑棋就长了，长了现在，对，现在考验他了，我下一步一跳，你这全进去了。对啊，这两个一交换，你看我在这里，你这个死了是受不了的，是是吧？你必须要走在这里，那就不一样了。黑棋至少是会简单的多，没错。现在他是走的，他爬一个，爬一个，这个时候爬这个。他这个棋，可能他也不知道上哪找劫，不知道。而且这个棋白棋这个地方劫材也，黑棋这个劫材也不同了。对，是的。他爬在这儿，那么黑棋再找这个，也是劫，他要连呢。这其实也有回家的，这个贴一个是，也有回家的一些那个什么。首先我是找一个劫，啊，找这个劫。哎，找这个劫呢，白棋他提劫了。对。现在不同了，他不知道怎么应。白棋跳一个，这个时候你看就不同了，你只能这么难受。你这样走，他有可能这一冲啊，你这个这已经连不回去了，很麻烦了，很麻烦了，只能这样送黑棋，这个就很难过的。是的。而这个时候黑棋干脆把你吃掉，这个特别大，这个二十多目差不多。而且本来你粘上他要。花手棋连的，对，这是连着不断带吃控是最大的效率最高的，而且你看这个本来你没有走，现在完全不是劫了，对，吃通了，这个就不是劫了。你这搬一个是后手后棋的事儿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没有走以及不明白，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没错，对白棋来说这个是不，哎，这样呢黑棋你看这个下得很好，白棋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劫给抓了，抓掉。对，他的成果是把那个走了。对，但是这个时候他提劫，是的，他这个是啊，只要提了就活了嘛。好，白棋找个劫，搬一个，先手接住，这是现成劫，提劫，然后再提回来。对，对，但是黑棋中间，黑棋这儿尖一个是个先手劫，对吧？接住，这一走啊，你看你全盘没什么劫，没有劫，只有这一个劫，急打，只有这一个劫。但是这个劫你假如用了之后，我反手我还有一个劫，也是一个劫，是的，我再回来你全盘无劫。所以说这个冲也不是劫，粘上也吃动，对，没有劫。那么说就差一个劫，就是差一这就差一个劫。在这个时候你看你没办法，这当初你要把这个用了就不同了。没错，我就觉得黑棋这一带下的特别猛，因为他脱先了，弯了一个，对，拐了一个，对，后来又断了一个，等于脱先了三手，让白棋在这儿杀他，白棋忍无可忍，把他冲断，然后跟他打，又杀不着，这没吃掉，又没杀着，好不容易把这个劫打赢了，这
这个角呢还是个劫杀，你想飞进去的话，人家可以拍下来。啊，那个角还没吃，还没吃不干净，要划完。所以很头疼。他打劫的时候，我有疑问。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差一个劫，你总是先走掉。对，那没办法才会走这个呢。是的。而现在怎么办？他已经没有劫了。他是走的这个吧？对，他走到这儿。被这个提了。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他这个活了，这个活了。嗯。这个棋呢就麻烦。对，是的。这个棋呢，这个黑棋，这个眼是个铁眼，你破不了。白棋要它，现在要破它的话，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搬这个。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人家这顶你一下，有个教吃，是的。现在目前没事儿。对，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活了。对，这还得有个吃，所以白棋这两个眼等于说黑棋必得其一。对，然后白棋。他如果要杀那角的话，他也得飞进去杀。所以这个被吃，这个劫才现在、啊、是不是这样？这劫还是不行啊。这个劫啊，现在也不行，打劫也不成，因为你现在这个棋啊，自身的都有劫了，都不一样，自身现在也有问题了。对。而且黑棋是不是还可以，这边他接一个这块棋是怎么回事？是个疑问。对对对对对。好像还没活干净。是这个劫，这个关键这个棋啊，就是。白棋这个打劫就没找对劫，还是对这劫才好像我很不明白。关键的时候，关键的时候，这个他居然是走的这两个，很奇怪的，对，很奇怪这个，他往那儿点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说明这个连效啊，力量很大，是的，是的，连效很大，他连着脱弦就是让你来吃我，对，这个把精神上把对方给打垮，没错，是的。现在啊，走成这样。所以白棋就打了这个，打了这个，嗯，打的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棋还在这儿接了一下，接这个，现在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棋呢，首先你这个棋，连起来就已经不好连，只能是打劫连了。哎，已经不好连，连不起来了。是的，你这个连不起来了，没错。你这个被扳断是吧？这个只能这么打劫，打劫就不算连上啊，这个就断着呢。而中间呢就有很多的要隔断的手段。那么白棋赶紧先把中间补了。对对，不走的话，这个棋啊，它走在这里你就不舒服。这已经不太好连了啊！你尝这个就扳断了，哦，是吧？你走这个，这有个虎。啊，这外面也是。这个棋就不对了。是吧？是的，是的。你要连起来就比较累，比较累。所以白棋得赶紧补一个在这儿。对，这个棋就这个很大，这很大，这一尖啊，这补一个好像也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拐了。补一个，对对对。那么黑棋还趁势先打他一下。对。这吓得他难受坏了，我觉得白棋。下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白棋可以吃掉。但是吃角的话，那边就要付出代价。如果你走这个，黑棋呢，这个棋走在这里呢，你就这个是死掉了。你走这个，他会虎这个。你立的，他会搬，是吧？那局部是死的。这个局部是死的，然后挤在这儿就行。对对对对。哪怕你就是先走这个的话，我先走灰没打劫啊，不，我也是点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挤在这儿，是吧？仍然是死的，这也死了。对，是吧？所以这个棋他吃呢，能吃在这里，这个也不小。人把那个角吃了，黑棋吃在这里，他压在这儿，是吧？就这样就行了。吃这个也行，或者这个也是死的，这个也死了，也死的，这个也是死了，这个也是死的。走这个，你粘他尖一个死的，是吧？把这个吃掉的话，也是应该是还是控不够，因为转换下来白棋就吃了这么多，而。黑棋吃了这儿，对对对，这个地方是吧？大概是这样。是的。那么现在白棋黑棋是把白棋粘上，把这个粘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吃角会大点儿。大一些是吧？要是我会吃角。对。然后打吃。打吃。提掉。对。我做一。对对对对。白棋就提大。这个。弯一个。弯住。这个角也不小，的确。提了一下。很大。粘上，对吧？把这个搬了。虽然收了一下。不是粘上是吧？还是？他后来粘上。然后黑棋打吃。这个棋呢，不能随。如果你这个棋脱先的话，这个棋没有活。它可以搬在这儿。搬在这里。对，你小心一点。虽然打吃，所以你在这儿，它会走这个。对，这样变成进死。这个三个刚才和刚才不一样，这都抓到这儿了。是的。刚才如果连的话，这角吃不行。这个棋。
就可能就不对了，黑棋要死掉了。对，嗯，是的。对，这样的棋啊。嗯。然后黑棋急打这个。急打。对。嗯。白棋粘上，黑棋就顶活。顶活。所以我就在看刘老师，他上面这块棋，他就算是活了吗？活了。啊，算是活了，是吧？算活了。他如果说还是像您刚才这样的，这个是断了，这个是活的。哦。要不然他走连走了三手，你看一二，连走几个，这个是目前是活的。你挤这个，他就粘上。哦，对。我只能点在这儿。点在这儿，然后他爬一个。爬一个。嗯，这样正好活。这个棋，你是个双活里面。里面你说怎么走这个？走这个也不行，走这个他走这个，他这个打直先手，打直先手，嗯，走这个的话他走这个，对，你要走在这儿他走这个，这是双活没有用，他活的，幸好这是太长了，长好多个是吧？但是这个活本身价值没那个大，哦，那您就觉得就算这个白棋吃这个好，这个，对他走在这儿是吃那个角，我算了目，这个那个应该比这个稍微大一点，嗯，那么活在这儿。被那个以后有跳冲了打这个棋算，就下成这样，但是下成这样之后，是不是觉得白棋差距有点大呀？不够了，对，他是可能判断是棋是不够了，已经，这个不够了，嗯，这个棋就算你正常收官走这个贴走着收，这个应该，这个还算你跳到是吧？嗯，挡住，这个应该是十几目。盘面十几目，盘面有十几目，有的，盘面十几目有。然后黑棋还可以，比如说还可以打着收，官子打，然后他难受，那就更多了，对，是更多。哎，这个棋啊，我觉得这个连笑下的还是不错。对，这盘棋下的挺好，下的不错，确实。虽然我对这个冲有异议啊，好，这个如果那样更好。嗯。我觉得这个被这个脚上一掏啊，这把黑棋太成功了。对。也。局面简单，而且易下，对，好下，这个下的不错。就白棋这里呢，还是很勇猛的折腾了一下，勇猛折腾，但是没有最后不奏效，也没有什么。对，关键觉得黑棋下的挺好的。关键这个被前面掏一个黑棋成功。对，是的。就刘老师觉得呢，这个控还是要先护，先护，要先靠那个把这个护控护住是特别重要。没错，那么最后就是下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直白的金志熙是认输了，认输了。那么最后的确该认输了。没错，这控是不够了。是。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直黑的连笑是中盘战胜了金志熙。就我们刚才跟刘老师说，也觉得这盘棋连笑下得非常漂亮，所以赢得非常好。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好，再见。再见。